哎，好像也在快手上也是关注着的啊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都在等等我是吧？你们是在等我，还是在等王菲啊？是在等阿梅啊？啊，你们应该是在等他们吧？感谢感谢啊，感谢送来的礼物啊！给我送个梦境来，我戴个梦境。啊，坐在车上戴着梦镜啊，然后手握着方向盘，在这边啊，跟你们聊天，这个感觉真的太爽了啊！然后现在咱们人气有点少啊，人气有点少，有人气票的送个人气票。然后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说个事情啊，说个你们都听了都想知道的事情啊。等一下人多到1000嘛，最少到1000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这时候说的话，反反复复说来说去，是不是？谢谢我树姐送来的大墨镜一个啊！谢谢树姐送来的大墨镜一个啊！然后等到1000啊，人气到1000，人气到1000，我就给你们说啊，好不好？谢谢送来的小礼物，谢谢送来的小礼物啊，谢谢送来的小礼物，谢谢谢谢谢谢每一个咱们非家人啊，谢谢每一个非家人，谢谢送了这么多。有人气票的送个人气票，有人气票的送个人气票，咱们人气票送一送，然后把人气干到1000啊，然后我就给你们说个事情啊，然后我就给你们说个事情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所有的家人们，现在人才500个呢，人怎么才500个呢？人都睡着了吗？这国庆节不是放假了吗？国庆节不是都放假了吗？怎么都睡觉了吗？谢谢送来的人气票，感谢送来的人气票啊，感谢送来的人气票，感谢送来的人气票啊，谢谢我妮妮送来的墨镜啊，感谢。啊，妮妮姐送了这大墨镜一个啊！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现在才开播呢？因为我，今天一直都在开车，然后这会儿，把车子停在这边，然后到了一个地方，你们猜一下，因为到了一个地方，这会儿。才把车停下来，还有，你们猜一下嘛？你们猜一下嘛？谢谢啊，人气最少也要1000啊，1000以上，1000以上。你看今天买的水，我就只喝了一口，都没有时间喝啊，确实累啊，家人们确实挺累的，但是有你们家人们在，陪伴着，还有，你们家人们一直在关心着。再累也是值得的，是吧，家人们？谢谢谢谢送来的人气票啊，谢谢送来的人气票，对吧？今天虽然累但是再累也值得。为什么值得啊？因为在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是吧？在做有意义的事情，咱们就不要抱怨累。舒服是留给死人的，对吧？累才叫生活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不累，一点也不累啊，因为我做的事情是有回报的，而且是有意义的。所以说啊，不累，开车不累，是吧？再说了，你们也一直担心，一直关心，还有一直。私信说什么一直私信说什么为什么不开播，什么时候开播，有没有找到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什么的，你们也一直在私信，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看，因为今天一直都在开车嘛，所以说你们理解一下好不好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再说了你看我一开播，所有的家人们有礼物的都送礼物啊，能点赞的都点赞，还有关心的都在问候我，真的是太感动了，
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每一位所有的非家人，谢谢你们啊，真的有你们陪伴真的是太幸福了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一直以来的关系还有默默的付出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怎么人气还没到一千呢？来把渣渣点到十万，把渣渣点到十万，来我看渣渣能点到多少万，能把渣渣点到十万吗？家人们，咱们先把渣渣点起来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是吧？把赞点到十万行不行？上人了是吧，来帮忙再上点人气票，再上点人气票，然后把咱们飞家人都全部聚集在这里来，然后等一下我要给你们说个事情好不好，我说不着急啊，等一下说了反反复复说这个事情没事啊，但是等一下有些人后面再来的话他们又在后面喂，所以说所以说这种事情我现在开播的时间也不能开太久知道吧，不能开太久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再开车，知道吧？因为我等一下我最多就开个十分钟左右，但是我开这直播的话，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要给你们说了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咱们现在能上人的话就上人，有人气票的话上个人气票，行不行？反正你们放心啊，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给你们说了的。因为我现在在开车，开车这段时间，我现在只是在中途休息，知道吗？在中途休息，好吧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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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了的人气票，感谢做了的人气票啊！有墨迹的上个墨迹呢，我看一下我今天能收到几个墨迹。我在你们面前撒个娇可以吗？啊，咱们飞家人撒个娇可以吧？我看今天能收到几个墨迹呢，让我高兴一下好不好？我也好久没有高兴过了，我也好久没有开心过了，你们就让我开心快乐一下行不行？来，把人气票抵一抵啊！把人气票抵一抵。有墨迹的上个墨迹，没墨，哎呀，谁？感谢妮妮再次送来的墨迹一个。哎，今天确实是金豆的，不行不行的，金豆的不行不行的一天呐。哦，我最多就开个，谢谢火火姐姐送来的墨迹啊，火火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一直都在开车，所以没。谢谢朝气蓬勃送来的墨迹，因为今天我一直都在开车，这会儿好不容易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我就开着直播跟你们说一下聊一下，然后谢谢火火再次送来的一个墨迹啊，然后我等一下告诉你们啊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，要去哪里啊，要干什么的啊，要不说了吧，你们说行不行啊？要不说了，洗吧，洗的话把来，洗的话把人气票搓一搓啊，多一个人啊，也多一个人知道，对不对？要不然等一下他们后面来的又在这里喂，哎呀，
太墨迹了，我墨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不墨迹了，我就说了啊，但是我不能说名字啊，我不能说名字，嗯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应该我不说，你们都猜到了，应该我不说，你们都猜到了，我现在在开车，行不行？你们都懂了吧？来，懂的、明白的扣个一。我现在在开车，你们知道我去干嘛吗？你们知道，明白的扣个一。都明白了是吧？对，都明白的话不用说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事情我害怕直播间里面有黑粉，知道吧？我害怕直播间里面有黑粉哦，提前怎么了？要时候那到时候就白费力气了。我都是这会儿我都不应该开直播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但是家人们又特别的担心，又特别想知道，所以我就开始直播了。所以本来我都不想说的，因为害怕说漏嘴啊或者是什么的就不好了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来把人气票抵一抵啊，然后有墨迹的给我上个墨迹，我难得这么开心的，这么快乐呢。你们说我到底说不说嘛？一五一十的说出来，一字不差的说出来，把什么事都说出来的话，到时候有黑粉，知道吧？露馅了就不好。我现在这么说，他们能听懂的话都麻烦了，所以你们懂的话扣个一啊，你们明白的扣个一。还有，想知道情况的加入粉丝团，加入粉丝团，加粉丝团。我在粉丝团里面说，因为我的粉丝团里面我是设置了，不是关注我，不是我的粉丝的话都不能进入这粉丝团的，所以你们懂的，好，你们都懂的嘛。谢谢送来的小心心，谢谢送来的粉丝团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还有谢谢送来的小福气，还有感谢你们的点赞，还有感谢送来的小礼物，谢谢。我就播个我，你们说我播多长时间？我听你们的，我播多长时间嘛？你们说嘛，我播多长时间？你们说播多久又播多久？Hello， 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是新主播吗？还是小号？啊，我是新主播。不是，不可能！我的天哪！怎么不可能啊？你是什么主播？就是聊天唠嗑主播。啊，聊天唠嗑的。嗯。啊，你是哪里的？河南商丘。啊，是个农村的。对，是的。啊，我也是农村的。你是？四川的吗？啊，对，多大了？哇，我18公岁。18公岁，那挺好的，挺年轻的。那好吧，让你聊天吧。啊，行，好的。那我以为是 PK 的呢。啊，好的。怎么关了这个？这怎么关了？怎么连上来的呢？啊，家人们，你们。18公岁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能听懂他那句话的意思吗？我都不明白了，这我文化不高，所以在这边帮不上王菲哥什么忙，36岁的意思吗？我靠，36岁比我大呢，比我大。嗯，我现在在开车，我现在还外面下雨啊，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啊，外面还下雨，所以，正好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喝口水，然后等一下就马上出发，等一下就马上出发啊。嗯，我多大？我93年的，家人们，我93年的，我93年。哦，我生日啊，不，10月10号，
我的生日是10月10号，太巧了。还有我舅舅家的儿子是10月1号，所以他的名字给他取的名字叫国庆，因为国庆节嘛，国庆节那天生的，10月1号生的，所以给他取的名字叫我舅舅家的儿子，所以叫国庆。我的话是10月10号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过过生日。王菲生日几号？王菲生日这个，到时候让他自己给你们说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问过他。所以说啊，家人们，有些事情是真的很巧，是吧？简单的说一下，王菲，看起来你像。